点了，然后而且几次碰都很莫名其妙，就才那么惨啊！但平常不至于这样啊。妈一直住，一直住，一直住，到底哪有病啊？这些人，他们没搞，这蓝宝早被打爆了，因为他带来点蓝了、啊。可是因为他带点蓝，他前面有。帮到，然后他又飞起来的原因，虽然上建立优势很大，我带的 TP 没办法那么好建立优势啊，退一下吧，就又消失了，真的很烦。烦死了，又来，啊、欠多少钱啊？还行，下路打得不错，对方送了一波，这把估计要没游戏体验了啊，因为我一直被出，但没差，他们现在就不干我事情了，他们接下来自己他们是商城。我还被附我的，赚了。爽削一波啊！妈干，直接起来啊！帮来宝帮整场的。直接一波起飞啊！应该送机，要问他们啊。这波因为我被动关系啊，所以站起来打到第二波啊，直接赢了。我其实一开始直接吃了两三个大招吧，那个塔王一开始看我进场，直接想把我秒掉、啊，直接送我大招，结果没想到我还站起来了，很赚啊，直接起飞。我兵线现在打蓝宝会毫无压抑啊，因为我陨落王者出来了，心魔剑也出来了，所以我打蓝宝兵线已经无解了，而且我现在接下来有 TP 就可以帮队友，只是前面真的混得很惨嘛，干前面一直被塔龙一直被那个巨龙强奸，还好刚才那波机会把握住啊。马上就上吧，哇抽到了、欸、好猛啊、喔、哇万人之下抢龙欸，不是五人之中抢龙欸，太扯了吧，那个人还抽到也是蛮狂的，
很害怕。没状态了，退了吧。又蓝了，浪费吃蓝吧。哇，这人开干了。我刚可是没伤害的啊，帮不了他们的，因为我刚大家没伤害，我要退了。倒不是我不想帮他们啊，好，有人订阅了，骗钱仔啊，别这样，没有骗钱哦。感谢连续订阅，谢谢。我看几级干爹啊？七个月干爹了，谢谢。已经七个月了，有骗钱哦。对。回家吧。买好你支付吧。把账号全书装给你看了。好，前面超坦的。本来行啊，收一个，不算太亏啊。050吗？对，前面好像被打050吧，从050打到613啊，等于说后超过对他050之后，我就是一个，我后面是开始是一个613啊。哎呦，等级还是赢在蓝宝的。他的前日搞成这样，蓝宝推荐还不出点。你是我惨的，打到是开喷呢。靠，那个取消 TP 呢，吓死我！但能打吗？我就不行了吧，要退了，再打要爆了。那么拼，要玩那么大。好啊，结果我没有死，队友死掉了，好可怜。
哎呦，啊！太不素质，习惯就好。在听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听什么东西、欸。3100可以买啥呢？买黑切吧，没更好装可以买。啊，GG，爽啦！虽然说。死掉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剁到人了，舒服。前面被剁成这样，那干还是可以照样开剁，舒服。好啦，卡这边啊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休息了。